近呢都会发现，哇，这个食物里头到底有没有很多的问号，让大家心里面都好害怕，对不对？前一阵子这个塑化剂的风暴呢，吹得大家晕头转向啊。不过身体真的应该要有一些可以清一清的功能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的意大利的美食料理呢，将要带着大家透过意式的美味，一样可以清一清哦。好，身边先来欢迎我们全台湾最漂亮、最美丽、最专业的唯一一位的我们的品油师 Alan Wu。 你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好，越来越像我心目中的女神了。怎么说？不但会做菜，而且更厉害的是，现在连健康都要帮我们照顾到。因为我们是学食品的嘛，那你学食品，第一个会学到它的养分，对，再来会学到它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功能。那因为最近什么起云剂啦、塑化剂一大堆哦，那以前还有很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会看到，今天起云剂、塑化剂如果稍微平息，再过两个月，又来一个新的毒素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我就像我有看那个中国时报有一个记者，他就写啊，均衡摄取毒素。然后每个人都笑他，我是应该均衡摄取养分呢。他说对，可是呢，因为现在你看啦，比如说我今天做的要用的蔬菜，如果它旁边有工厂，它排出来的废水会被蔬菜吸收，那蔬菜就会含什么重金属，有可能不小心含重金属啦，含什么不好的，对，叫你吃里面。所以其实你每天在均衡不同的营养的时候，你也在均衡摄取不同的毒素。被安怎嘞？我是觉得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有听另外一个医生讲哦，我们有肝有肾，那肝跟肾就是在帮你排毒素，对，除非你已经百行百瓜，不然你的身体还是有自己的功能哦，不要小看自己身体的功能。是你的肝、你的肾，把它顾好，多喝水，多吃好的油，多吃高纤的食物，一买该排出去的。对，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很开心能够把这个比较严肃的话题，可是我们可以透过美食的方式呢来调养自己，甚至于呢真的把我们身体的一些负担、不该停留在身上的东西，对，透过美味一样给它清，好不好？好，那老师首先带来的，哇，今天是呼应到你衣服的颜色。真的，这个时候就在身。我今天活生生就是一条狗啊，这条狗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第一道是狗啊，狗啊，狗啊，这个哈是那个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家庭菜，是，那就是炖狗啊。那为什么要炖狗啊？因为狗啊含很多的蛋白质，好，还有含很多的纤维。你要排身体不好的东西，第一个就是要纤维嘛，所以我们今天要煮的是狗啊。然后你会发觉我们今天做的菜呢，不是就是。软软的，不然就是汤汤水水，因为有水有油才会排出去，不然你的肠胃、你的肠子太干，东西还是累积在肠子是排不出去的。好，因为这道我们要把它做成有点像炖菜的形式，所以要花一点时间，所以我们就先做。我们先来做，好。那我们要炖菜要高温，对，要用什么油？倒口用 pure， 对，好，那 pure 等级比较耐高温，对，我们把 pure 倒进去。那你倒多一点没关系，因为我们要很多油脏。帮助肠胃蠕动，所以我们多一点油。好，然后你煮西餐呢，一定会看到这三兄弟，就是那个洋葱、红萝卜、芹菜，好，这个等一下下去炒。那炒这个之前，我们先把蒜头放进去，好，爆香，就是让它有香气而已。那蒜头呢？爆香我都会跟大家讲哦，你不要等它变金黄色，当你变金黄色，你还把第二个食材放下去，一开始就变扣。你只要一闻到有蒜头的香味，第二个食材就可以进去了。洋葱，好，洋葱是我们这个从这个单元一开始我们就学会讲的一个意大利的。Cipolla， 对，这个意大利文大家都越来越熟悉它了。对，因为做西菜每一道菜几乎都你要有香味，一定会有洋葱，然后根茎类的胡萝卜、西芹也放下去。那先把它炒软。其实讲到西芹啊，西芹也是算是那个纤维值比较高的，有时候高到你会觉得它吃起来，所以我都会把表面给它削一下。是，可是你削完表面，里面纤维值还非常的高，所以你会看到今天的菜哦，不是比较软。
就是有一点汤，不然就是纤维质很高的。好，因为在这个拌炒的过程当中，今天你真正一白话一句话叫做亲爱的，嗯，为什么？今天你那么亲一亲，亲爱的在家啦，哈，来来来，夸起来哈，这个是我们文颖老师花了很多的心思帮大家整理出来的，对，亲爱的在这里哦，清什么？清掉身上里面的阻碍，你才会健康。那我们等一下第二道菜是用到竹子，嗯，然后不是竹子啊，竹笋，竹笋又不是熊猫讲竹子，对，竹笋。它是低脂高纤，你看高纤又跑出来了，对，好，高蛋白质、胡萝卜素、维生素，嗯，茄子等一下要放下去的，就也是蛋白质、胡萝卜素，你看膳食纤维又来了，好，维生素、微量元素，菠菜、维他命 A、C。然后叶 酸，然后那个微量元素，果醋，那台湾人头高啉醋哎，一年一个人要吃掉喝掉的醋是5公升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知道它会增加新陈代谢，好，然后再来橄榄油，因为你靠要把东西排出去就是水跟油，那橄榄油大家都知道啦，全世界最健康最自然。养分最多的油啊，嗯，哎呀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嘛，把坏的带出去，把好的留起来。是，嗯，所以我们今天呢，告诉你，亲爱的迪家，当然我们用亲爱的一些料理呢，来帮大家有没有？哦，爱全家人，爱我们自己的身体，对，哦，嗯，好，那我们现在颜色好漂亮哦，对，因为一般妈妈都知道哦，炒青菜炒高温炒下去。黑颜色不繁华够下碎哦，嗯，那为什么这一个菜这样高温炒下去，绿的绿，红的红，黄那个白的白，而且感觉比刚才还更鲜艳？对，因为那个橄榄油它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会把那个养分提升多30%。那我们要吃的那个胡萝卜素啊、叶绿素啊，它这个时候它的那个颜色跟那个养分多提了30%出来，所以又更绿更红。嗯，那茄子再放进去，好。这个炖菜哦，在西西里岛的家庭是必备的。对，拿上来裹面包，拿上来沾面吃都很好吃。你什么食材都可以用，只有一个食材是不可取代，就是茄子。是，最主要是在吃茄子。嗯，好，所以茄子哦，尤其今天我们故意的要把它做的比较软。然后口感要比较绵密哦。对。可是有人在讲说，像茄子啊，因为你看哦，有时候是要切一下，它就比较容易变黑。变黑。对。那老师有没有什么 tip 可以教大家的？因为我今天的茄子是要拿来炖，本来就要把它炖得黑黑的，我就没有去做那种它让它不会氧化、不会变黑的动作。那你如果要拿来炸天妇罗，希望它又紫又白，很明显。你切好的茄子可以泡在水里面，水挤一点点柠檬，帮助它抗氧化，它就不会变黑了。哦，好，所以这个是一点小撇步，我们也教给大家。嗯，好，老师，我们就是这样子稍微翻炒，让它炒炒到软。那你如果要让它快速变软，这个时候加盐。让它水分释放出来，就会比较快变软。啊，这个要炒一下子哦。好，那因为炒一下。